前，国防部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揭露，解放军受限于地理环境、登陆载具跟后勤能力不足等因素，尚未具备全面犯台的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则反呛这个说法可笑，还宣称有手段让天堑变通途。天马操演是国军每年例行重要操演之一，主要透过对海实弹射击强化部队探案反装甲能力。而日前国防部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指出，对岸受限台海天然地理环境、登陆载具跟后勤能力不足等原因，尚未完全具备全面犯台的正规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宣称这个说法荒唐可笑、自欺欺人，解放军有可靠的手段让天堑变通途。我想这是过于乐观的一个态度。台湾海峡的确是易守难攻的，所以它中间只要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还有后勤梯队遭到断绝，那么整个任务就失败了。对岸又实施武吓手段，显示不放弃武力攻台的意图。国际间关注台海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伦敦跟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启动首届英美战略对话，更聚焦台海两岸议题。We also discussed.Joint efforts to ens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both of us,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 is essential, and it's essential not just to us, it's again essential to count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英美双方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跟繁荣不可或缺，并呼吁以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企图借由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为。我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将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携手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北京藏不住的犯台野心，国军加强战备，绝不屈服。记者是不是有打台北报道？